没办法成为一个面，哦，没办法成为一个面。过来是你想想啊，有图书吼，其实即卖囡仔阅读能力吼，会使愈来愈慢，因为增加所在，因为增加所在，他伊个一身限制，所以整个图书的充实吼，并不是很多很好。啊，所以嘛，希望讲会当中央府将来会当针对咱中国的一个偏乡地区的这个图书的设备、甲书籍的啊，这个增购吼，会当来强力来补助吼，会全面来鼓励咱增加囡仔一个阅读的能力，第二吼，互伊建构有多元学习的啊，这个环境甲机会。啊，过来一点就是县县吼有实验，其实咱盐官在咱台湾实验教学底，咱算走在先端。前端，不管是公办民营还是公办公营，唔讲咱真济即实验学校的经费几乎都是要自筹，真少有中央的补助，所以里面很多实验学校它本身都应该有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教学设备或内容，往往没办法进去，并且无法度发挥以实验教学的这个目的跟功能。啊，所以这部分来讲，我们希望未来中政委能够吼来加以补助吼。啊，以上。